1978年，英国的苏富比拍卖公司拍出了一件前所未闻的物品，一位死了200多年的名人的头盖骨。拍卖死人的头盖骨，这是头一次，而买主也很罕见，那就是瑞典皇家科学院。这是史无前例的一件事，瑞典皇家科学院以1亿元高价最终竟拍到了这个头盖骨。瑞典王室派舰队把他的头盖骨和遗骸运回了瑞典，安葬在了苏普萨拉大教堂。这个教堂安葬着瑞典的国王、大主教、将军以及瑞典最著名的几个学者。看到这里，大家可能都很好奇，这个有着天价头盖骨的王者究竟是谁呢？他的名字叫做史威登堡。那么，这位史威登堡为什么能够享受这种级别的待遇呢？1688年1月29日，伊曼纽·史威登堡出生于瑞典斯德哥尔摩的名门贵族之家。他博学多才，是位杰出的天才科学家。他精通数学、解剖、经济、冶金、化学、天文、哲学、文艺等许多不同的领域，甚至还提出了星云假说。星云假说是现代宇宙学对恒星系形成最主流的解释方法。史威登堡的假说比康德拉普拉斯星云假说还早了20年，他比爱因斯坦早了300年提出了物质是能量的物理概念。他还是一位发明家，绘制了潜艇、飞机、机枪的制造设计图。他第一个提出了神经元的概念，并且用这个概念来解释神经系统的构造。要知道，直到100年以后，科学家们才搞明白神经细胞的功能。史威登堡还提出过 DNA 的构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在18世纪的欧洲人眼里是一位可以和亚里士多德相媲美的科学大咖，是北欧历史上最伟大、最不可思议的人物。在学术成就上，他被视为与牛顿同等级别的天才科学家。他一生留下了150本著作。不可思议的是，这位在科学界如大神一般的存在，从55岁开始，突然转向开始研究起了神学，成为超能力者、神学家，并且不断发表灵异见闻。究竟发生了什么导致了他的转变呢？1743年，史威登堡筹划着用自己下半生的时间写一部17卷的《动物世界》，这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为了写这部巨著，他向大学请了假，去西欧的国家旅行，希望能在这段悠闲的旅程中理清自己的思路。夏天的时候，史威登堡来到了荷兰。夏日的荷兰很凉爽，史威登堡也过得很惬意。但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他开始做梦，并且每一个梦境都极其真实，常常让他认为是身边发生的事。在梦中，他看到了自己的守护天使，还和他们有交流沟通。这些梦境整整持续了6个月。后来，他把这些梦境写入了一本叫做《梦的日记》的书里面。这些梦持续不断，又身临其境，开始让他的思想产生了重大的变化。他似乎触及到了一个更加真实的世界，开始具备一些普通人所不具备的超能力。他开始相信自己之所以看到神奇的世界，是因为有特殊使命，那就是要把所看到的忠实记录下来，带给世人。据史威登堡所写的《梦的日记》记载，他在1743年到1744年之间，经常做一些奇怪的梦。在梦里，有一个浑身光芒、看不清楚面貌的男人问他：
你准备好你的使命了吗？这些莫名其妙的梦让史威登堡十分困惑。直到1745年的一天，这些奇怪的梦才得到了解答。1745年4月，史威登堡在英国伦敦旅行。一天，他在一家餐馆就餐时，忽然万丈光芒映入眼帘。正当史威登堡大声叫唤老板时，一位身着白色衣袍的人从光中走了出来，对他说道：你不该吃那么多。说完就消失了。之后，史威登堡询问老板及服务生刚才是否看见了那一幕，但是他们都摇摇头，说什么也没有发生。这让史威登堡感到困惑不已。思考良久，他将刚才发生的一幕归结于那些奇怪的梦所产生的幻觉。回到住所，史威登堡不断回想着餐馆见到的异象，想着想着就在床上睡着了。在迷糊中，他又看到了那位浑身散发着光芒的神秘人，但这一次他没有消失，而是对他说道：不要害怕，我是神派来的使者，我来这里是要给你一个神圣的使命，我要让你到死后的世界，也就是灵界，你要将你所见所经历的一项一项记载下来，转达给世人看，千万别轻忽这份神圣的使命。说完，神秘人就伴随着白光消失了。从那天起，史威登堡就有了自由通行灵界的神秘能力。他发现自己可以通过意念灵魂出窍，使灵魂自由穿行在另一个世界，灵界。之所以说史威登堡是有史以来最靠谱的灵界旅行者，那是因为人们对于灵异体验者最常见的指责：你就是为了出名、求关注、瞎编故事。但是这个指责完全不适用于史威登堡，因为在他公开谈论自己的灵异体验之前就已经太有名了，他谈这方面的体验只会有损于自己的名声。他是最没有出于虚荣和名利的动机去编造故事的人。史威登堡从未想过要建立一个宗派，或敦促人们自行组成一个教会。事实上，他一直匿名发表他的神学著作，一直持续到1759年。当年在瑞典发生的一件事使他声名鹊起，许多人开始接触到他非同寻常的神学著作，特别是《天堂与地狱》。那年七月，史威登堡在距斯德哥尔摩约300英里以外的哥特堡一个富商家里与朋友共进晚餐，吃着吃着，史威登堡突然脸色惨白，自言自语道：糟了，斯德哥尔摩发生火灾了。不一会儿，史威登堡又说道：大火马上就要烧到我家了，我记载的东西都会被付之一炬。而看到进入失神状态，口中还时不时发出呓语的史威登堡，富商连忙让仆人将他搀扶到床上休息一会儿。直到晚上8点，他才终于松了一口气，告诉了富商刚才自己所经历的一切。他说：刚才斯德哥尔摩发生了一场火灾，眼看大火即将烧到我家时，突然出现了好几位天使，他们保护了我家，并将大火熄灭了。感谢神，大火离我家仅3门之遥。听完史威登堡的一番话以后，富商半信半疑。虽然他也知道史威登堡能灵魂出窍，但作为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已经近100年未发生火灾了，更何况此地距离斯德哥尔摩足足有500多公里远。在场的人都因此事而感到不安，因为有一些人的家人或朋友就住在斯德哥尔摩。史威登堡的这个异能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天晚上，其中一人将这件事告诉了省长，省长要求史威登堡给他一份详细的报告。
第二天，史威登堡就向省长详细报告了火灾发生的情况和蔓延的程度，以及扑灭的手段。于是，斯德哥尔摩发生了火灾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哥特堡，成为公众谈论的话题。直到几天后的傍晚，终于从斯德哥尔摩贸易部传来了准确的消息，斯德哥尔摩确实发生了百年以来鲜有的特大火灾，并且大火烧至史威登堡家前不久就熄灭了。这个结果与史威登堡所描述的情形完全相合，正是这场大火让史威登堡声名鹊起，也让他有了灵界代言人的称号。不久，他的经典之作《天堂与地狱》和《天堂的奥妙》就众所周知了。在一次演讲中，史威登堡曾被人问过一个关于生死的问题：请问史威登堡先生，您能看出在场的所有人中哪一位会最先死亡吗？这个问题引起了在场所有人的共鸣，台下的观众都投以期待的眼神告诉他，无论任何答案，他们都不会介意。取得同意后，史威登堡出审一阵后说道，在场的人中有一位欧洛夫森先生，他将会在明天凌晨4:45逝世。答案一出，现场一片哗然。这时，一位年轻男子缓缓站了起来，他便是史威登堡口中的将死之人。他直言道，史威登堡先生，这个玩笑开得太大了。史威登堡带着些许抱歉的微笑来回应这位年轻人。第二天一早，一个惊人的消息传遍瑞典，昨天被史威登堡点名的男子死在了床上，死亡原因是心脏麻痹，而那名男子的死亡时间恰好是史威登堡所说的凌晨4:45。这件事之后，史威登堡十分懊悔，虽然自己可以进入灵界，但自己并非上帝，不该随意道出人的生死。从那一天起，他便发誓再也不道出任何人的死亡日期。史威登堡在《灵界见闻录》一书中记载了他在灵界所看到的一切。在书中，史威登堡描述道，在过去的20多年中，我的灵魂常常离开这个世界，离开我的肉体，前往死后的世界，灵界。我靠着本身的念力，使我的灵脱离我的肉体。在灵体脱离肉体的时候，肉体的一切感觉会迟钝消失，但灵体的感觉会清醒过来，比肉体要灵敏数十倍，乃至上百倍。我被一位引灵人带入灵界，我看到的灵界分为上中下三层，太阳的光辉贯穿着三层灵界，上层的灵界最美好，有高大的宫殿，银树上结着金黄色的果实。居住在上界的灵人们，他们穿着雪白的衣饰，在美妙的环境里过着永恒的生活。而且上层灵界之人的意识和生活环境是相通的，他们可以用意念创造灵界的环境。中下层的灵界就相对要差一些，像人一样，这里的灵界居民们也是分区域居住在不同的社区里，但是他们的意念作用不那么大，也无法创造出环境。在这里，史威登堡看见了一个叫做卡尔的老朋友，卡尔已经去世20多年了，他和卡尔用意念进行了交流，并且得知灵界对人的评判标准不是看外在的知识和能力，而是看他真实的品格和理性。史威登堡说，除了灵界，还有精灵界和地狱。精灵界是灵界和地狱的过渡区域，
人死后会在精灵界停留一段时间，灵魂会从精灵界里的一条通道分别走向灵界或者是地狱。这里所说的精灵界，其实很像西藏度亡经里所说的从人死到转生之间的那种中阴状态。那么地狱又是什么样的呢？史维登堡看见的地狱和我们在其他宗教丛书里看到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到处是苦难、丑陋，散发着恶臭，总而言之就是一个很可怕的地方。唯一的区别之处在于，史维登堡所说的下地狱之人不全是因为行恶，也不全是因为受惩罚。他说这些人在世的时候只关心物质和肉体的需要，因此他们的心就被一层黑黑的东西所包裹。当进入过度的精灵界以后，他们的原始之灵因为被黑色物质包裹，承受不了灵界阳光的光和热，就来到了地狱。史维登堡这本书出版以后，在宗教界引起了相当的不满，因为他在书中写道自己看到一些宗教名人成了地狱里的人。但是更加引起轩然大波的是他的另外一本书，叫做《最后的审判》。因为他这本书中所描写的末日审判和当时人们所习惯的圣经里描写的有很大的不同。因此而感到荣耀。教会末期，人类堕落。当人能够寻找到圣言的时候，就证明弥赛亚已经降临到了世间。弥赛亚将揭示圣言的神妙作用，彰显神的真理。这是最后的审判即将进行的预兆。史维登堡说，在教会末期，天国地狱开始失衡。当进入天国的人少，而进入地狱的人多，恶就强过了善，因为恶会随着地狱的增长而增长。在教会末期，恶强过善，主就施行审判，使善恶分离，使次序井然，并建立新的天国，也在地上建立新的信仰和教会，如此平衡就得到了恢复。这就是所谓的最后的审判。史维登堡说，从圣言可知，教会若丧失信德就走到了尽头。人们不知道的是，教会若丧失仁爱也就丧失了信德。既然不知，就有必要加以说明。在教会末期，信德将要丧失，这是主曾预言的。他说，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的人吗？史维登堡说，
当主将逝时，教会走到了尽头。主将逝的目的是为了重建人间的次序，使地上的一切各归其位。史维登堡在《最后的审判》一书中说道，最后的审判并不意味着世界的毁灭。他写道，世界将没有毁灭，地球将没有毁灭，毁灭的是那些在最后的审判中被判处死刑的人。因受审判的是这个人的灵魂，而非肉体。肉体是无法被定罪的，因为它不是凭自己而活，仅仅是灵魂活动的工具。肉体并未做成什么，因为肉体本身没有生命。活动的是肉体当中的灵魂，肉体所表现的生命无不出自灵魂，故此当受审判的是灵魂。再者，按行为受审判，就是指按灵性受审判。最后的审判并不意味着世界的毁灭，而是更新，人类仍将繁衍，生生不息。这大概是史维登堡从灵界带回来的最重要的讯息了。史维登堡写道，留下来的人将居住在崭新的地球，进入一个崭新的未来，一个史无前例的美好的未来。因此，目前人类所要做的事是寻找到弥赛亚的圣言，谁认同圣言，谁得救。谁照着弥赛亚的圣言去做，死后就可以回归天国。在教会中，不了解圣言密意的人普遍信奉的那种末日景象，是基督会踏着七彩祥云而来，死人从墓中复活，活人死人都在基督面前接受审判。而史维登堡所描述的末日显然和这幅景象有相当大的出入。当时瑞典和一些欧洲国家就开始禁止发行他的神学书籍，他的很多神学著作都是死后才发表的。不过因为他家境富裕，所以生活上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他和瑞典王室的关系密切，也没有受到明显的打击和迫害。之所以说史维登堡是史上最靠谱的灵界旅行者，那是因为他还有一个重要的见证人，这个人就是当时的瑞典王后艾莉诺。王后想要知道史维登堡是不是真能自由出入灵界，有一天就把他叫来说，我的哥哥普鲁士的威廉王子去世了，他留下了遗嘱，您能帮我去灵界问问遗嘱的内容吗？当然，遗嘱的内容王后自己是知道的，她只是想拿这个问题来考一考史维登堡。史维登堡在众人好奇的目光下从容不迫地答应了。三个星期以后，史维登堡再次回到了宫廷里面，完整地重复了遗嘱的内容，王后惊叹不已，心服口服。史维登堡常常去伦敦，当他在伦敦寓所的时候，经常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吃也不喝，也不让别人进入他的房间，时间从两天到十天不等。他的这种行为其实和我们从佛教中听来的闭关修炼很相似，肉体呈现出入定的状态，灵魂离开身体进入灵界，也不能够受到打扰。他所有的这些相关资料现在都被保护在大英博物馆里。史维登堡在他的后半生写下了14部关于神学的著作，其中最有名的一本叫做《天堂的秘密》。在这本书里，他逐字逐句地解释了圣经里许多故事，包括上帝创世、亚当与夏娃、该隐与亚伯、诺亚洪水、巴别塔等等，他都做出了理性而且令人信服的解答。在1758年出版的《宇宙中的生命》这本书中，他依次讲述了自己在水星、木星、火星、土星、金星、月球
以及太阳系外恒星的所见所闻，与那些地方的灵体生命有对话，肯定了地外生命的存在。在史威登堡开始研究神学以后，就出现了很多现在人所说的超能力，比如遥视和预知。在和一位牧师朋友的通信当中，他明确地写下了自己的死期，而且还对牧师朋友说，在那个时间以前，咱们可以见一面，道个别。果真在他预言的1772年3月29日，84岁的史威登堡在伦敦去世，他走得十分安详。史威登堡既是科学家、神学家，又是通灵者和预言家。作为预言家最重要的一个任务，给出世界末日的讯息这一点上来讲，史威登堡